大家好，我是姜志鹏。那天我在比赛当中拼劲防守，却被球迷说成：哇，你这在拍少林足球二吗？哼，才不是呢，我是因为在比赛前吃了一盘鸡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哼，才不信你打一盘吃鸡你就去踹人家头。我无辜啊，但事情真的就是这样的。那个球我是先用脚弓先把球给断下来，然后他随后才是头碰到我的脚。